双曲线两个顶点是正负120，焦点是130，求方程式怎么算？麻烦一件事情，两顶点是几？正负120，行不行？所以说麻烦你两个顶点，一个是几啊？一个是120，一个是几？负120。OK。焦点是几？130，130大概在这边。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好不好？麻烦你把这两焦点连起来叫什么轴？管轴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以这两个为顶点，画出来一个向右，一个向左，什么线？双曲线。所以说第一个判别什么型？左右型，对吧？左右型告诉我一个现象，左右型告诉我谁是正的 ，AX 是正的。所以写出来是 a 平方分之 h 平方，减掉 b 平方分之 y 平方等于几？一。第二个判别，中心坐标是几？啊，这个是120，这是负120，这两个点的中点叫什么心？中心。把这两个相加除以20，00。所以说告诉我中心坐标是几？00，这样行不行？麻烦第三个再判别，好不好？判别 A 和几 ？C， 以00为中心，这个是几 ？120， 告诉我 A 是几 ？12。以00为中心，焦点是几 ？130， 所以告诉我 C 是几 ？13。有 A 有 C 要谁？有 B， 其中 A 平方加 B 平方会等于几 ？C 平方。这 A 是 12，C 是 13， 可见 B 是几 ？5。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写到这边之后，作图判别再带入，这样行不行？然后帮你中心是几？00，所以带进去 x 平方减掉 y 平方等于几？一，这样行不行 ？a 是几？12平方144 ，b 是几？5平方25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后，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